这个人会顺便参观那个辅仁大学。哦，这个是学生宿舍，这里是宿舍区。哎，宿舍，哎，我叫你们等一下啊。 太酸了，太酸，林志入。
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。你有？对，明治工专。你是明治。我以前是明治工专。哦，你是好学生，好学校。嗯，明治，真的明治，排在前面的。对，比较清寒。哈哈，清寒学生。对，都是清寒学生。哦，台北工作下来就明治工作，还没有高。哎，是教育人，教育人的行啊，对啦。今仔日行这路都有高啊。对啊。主任，你有到五千步？这路都有高啊。你有啊？你有五千步就好啊。哎，就几步？就几步呀？无啦，我是讲，行这有五千步就袂歹。车子可以坐，直接有车坐。直接回去。对啊，因为我坐公车来的时候，我们车子可以坐到这边的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因为可以大家拍照跟团体照，再报数。在，所以我在那边下车。哦。啊，反正坐一多坐一多了。啊，你不是坐捷运的？我不坐捷运，我你要到捷运，我坐。哦，你遐有车啦？啊，公车。你遐有公车？啊，树林火车站直接坐到家有车就好。哦，树林火车站哦。啊，坐到家有车。哦，真的。啊，重点不是在玩，重点是大家。在走动。打算了。去去哪比赛？啊！出来，像我们刚才讲那句话都没营养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讲，跟我们两个都没有损失，也没有。哎呀，啊，就是哪比赛？啊，就哪比赛。嗯。就天天来，他回得去吗？来得及吗？登山了，哦，叫你登山口了。一百二。他玩。你准备啊？这个，这里叫他去登山口。这边有一个礼呀，有一个礼。哦，他们这边一个岛中高，哦，岛中高，岛中高去长尾下去弄了一个生态什么生态园区的，对，哦，这里有一个大郡就对了，哎，中高了，在晚上，啊，就是大台郡就对了，啊，其实刚才大马路我们可以走过去，那边就一个海，哦，泰山岩了，泰山岩，哦，对啊，哎呀，我记得这里的公园呢。这个是什么公园？哎，他要照相啊！不要，不，月亮，不是啦，人应该要相的啦。照相点呐！登山口就要分队了，兵分两路。还好，还没有，到前面再来。哎，到前面。哦，真的，我们在那边其实都有看到我们，看到了，没有，不敢说，因为我们呢很早就参加了，对，去刚开始。公园，真的是，可以。
有一个不是姿色，你们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好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